阳老师给小猪佩奇维京海盗的盾牌和头盔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首先，我们先用黑色的线条勾出轮廓。用黄色涂羚羊老师的头部。用粉色涂小猪佩奇的头部。用灰色涂小猪佩奇的头盔。用黄色和绿色涂盾牌。用紫色涂羚羊老师的衣服。用红色涂小猪佩奇的衣服。用绿色涂草地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画到这儿了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关注并转发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